昨天晚上去赶海抓螃蟹，一无所获。然后今天早晨现在8点多就要吃，饭也不吃，到超市直接买点吃就要做。所以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小孩的决心，当他热爱这件事的时候，他会早早起来的。我的天哪，妈呀！哎呦，多小心看，夏雅，这小心呐、啊！哎呦，对，走。你是不是脚步不会不伤福利呢？这高吗？你往前迈一步。哦，你太厉害了吧！这么高你都能下来啊？哦，你还能上去呢？你再下来一下。哦哦。看看海星。放手里来。挑战一下自己。不表演啊！你终于敢放到手里了。动点，看着没？哦，你胆子太大了吧？放进来。不可思议啊！你妈妈要是看到你从这么高的石头上走下来，你妈妈都感动得要哭了。看到你敢抓海星啊！他那放小头里来，放点水啊！螃蟹扯掉嗓子，它没水，海洋生物就死了。那小螃蟹能救不饱吗？哎，这个不，你咋光抢着吃啊？捡，把寄居蟹捡起来。哦，你胆子太大了，你都敢用手抓。哦，咋了？啥东西咬住了？寄居蟹。寄居蟹还咬人了吗？嗯、再抓一下，哪有咬你的？抓它。抢不着了。没事。没事，咬一下就不抓了，这辈子不抓了。咬烂了没有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没有没有。好、啊，那就行了，再抓起来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再也不敢了，哈哈。拿网子捞寄居蟹，敢不敢？啊！好不容易敢拿手抓了啊，是被寄居蟹咬了一口，再也不敢了。造谣第一名，哪儿的海胆在哪儿了？这是那个海绵宝宝，随着那个潮往下蹭，最好。哦，他被寄居蟹咬了一口，然后他不敢抓寄居蟹，把你喊过来了。给爸爸看看这钓竿，哎，快、哎！快点，快点，给我呼！哇！哇！哇！夹手，咬的不疼啊？咋不疼呢？我被他咬了一口，这厉害吧？你看这螃蟹多大？你看，像我们现在搞这么多，你看。下面有没有？看一下有没有？啊！看马六，这个大吧？厉不厉害，马六？大它是夹断吗？是不是？你螃蟹就是小螃蟹的妈妈。哎，对。哎，马六，把那个放啥了吗？我给你放这儿，放这儿了不？我给你放上。哎，好，夹住了。哎，好。好。真厉害哟！高不高兴啊？哎，就这个，哎，夹起来，好，放桶里。哎，哎，跑掉了。哎，看，抓起来了，在这儿呢，看。我喜欢你。那我太感动了，终于放过了我的好大儿。终于不能抱了，再抱就不真是爸爸了。那你是每次让我抱是为了整我？是，现在不抱了，再抱一会儿我就下来。太棒了！赶海结束，今天收获多不多？收获多了。开心了没有？开心。